你注意力集中一点，赶紧恢复供电。我还拿不准那条线路设备状况是否良好，如果有问题，如果不能，我就要去北山现场抢修。你的接线方案非常冒险，如果发生意外核砸，就会拖垮我们的主网线路，我是要蹲大狱的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干？我知道你需要这样，你在害怕。你不用讨好我一个人，我宁愿待在黑暗。你就是有99%的把握，也不能冒险。高知县128塔是有缺陷的，到现在还在带病运行。小玉啊，你还年轻啊，不懂得人到了我这个份上，是不能够再犯错误的。我的命运就交到你手上了。今天没到侦控室来过，他一直在开会，情况紧急，我马上就到北山去执行紧急接线方案。一组，你们给我留在家里等我的电话，我那边现已搭上你们的执行核查方案。二组，跟我去北山，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。骂你，这个晚上这么多电话，我最想听的就是你的那个。我已经听说了，什么时候能来电呢？不知道，顶得住？已经有两个患者发病危通知书了。当然，那么多的病人家属都盯着你呢。院长他们都在，我有点害怕。今天晚上人命关天，处理不好真的要有人担责任。我知道，说不定我会……一切都不会发生的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你可以，你很能干。你说我很能干？对，早上见。早上见。这是我给于总工程师的授权书，我授权他全权负责，如果失败我负全部责任，我在上面已经签了字，你立即电传给他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
生了。你是个电工吗？这次你还真帮了大忙。您有小孩吗？有啊，有个女儿，十二了，正学钢琴呢。我女儿也挺可爱的，有时候我加班回来晚了，就呼我，生怕我出什么事儿似的。我要一给她回电话呢，跟我说起来没完，弄得我都不忍心挂。说实在，有时候真是没时间听她说。后来我跟我闺女有个约定，她一呼我，我回电话，响四声我就挂了，这样又省钱，又省时间。后来听孩子他妈说，就为这个，背着我们哭了。一个孩子呀，感情这东西，有时候你还真不能怠慢。说什么？我说北山抢修现场。再说一遍。我说北山现场，于总工他触电了。厅长，我是吴峰，为什么让于总工亲自上杆？因为损坏严重，需要总工亲自登岗鉴定。你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他抢救过来，抢救过来，听见没有？这是命令。从哪来的？北山抢修现场送来的。触电吗？是触电。什么情况？高压电击中，心脏骤停，已经8分钟了，很快有脑死亡的可能。快点！无关人员，请离开好吗？大夫，你们一定要把老于救活呀！你一定要想办法啊！干什么？自己是变压器，你觉得很好玩是不是？你觉得这样对自己很负责任是不是？那我怎么办？怎么样？心跳怎么样？没有。
过来，不要放弃，不要优柔寡断，否则我就跟你没完。现在几点？您说过不许提醒您时间。那时候我是市长，没时间考虑自己的问题。现在有时间了，
接仁爱医院。那算了，吴市长，接还是不接？听见这么长时间，没有一个老百姓打电话来埋怨，是吗？是。那位漂亮的女大夫说，我操好我的心，她操好我母亲的心，是吧？是。你吃过你母亲的奶吗？当然。送 ICU。 怎么了你？啊？怎么回事？呼吸。呼吸上不来。呼吸上不来，来，脖子起一下。自从被电击之后就……什么不舒服？哪？怎么了？人工呼吸。人工呼吸。人工呼吸。啊？你可拿手！行了，别装了，看你带的。